那时候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只是一粒；如果死了，才结出许多的粒子来。爱惜自己性命的，必要丧失性命；在现世憎恨自己性命的，必要保存性命，入于永生。谁若侍奉我，就当跟随我。如此，我在哪里，我的仆人也要在那里。谁若侍奉我，我父也必要尊重他。